嗨，咱今晚收听是报道有意思，我是静贤。来，这个时阵哈，来在食饭啊哈，什么会上好食？足丢时的哈，笋啊，哈，尤其是这热哈，今晚什么冷笋啊，放一撮沙拉哦，大家感觉一直食落，一直食落哈。不过什么会笋啊是上好食的笋啊，现场访问的是笋啊王哈，专门有在种笋啊，而且得冠军的哈，伫这个新北市哈，而且。陈能工哈，陈先生来，陈先生你好，主持人好，阿兰叔为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嘿，你好哈，啊，你着你安怎去摕到这个孙阿王的证书那个冠军呢？哦，我因为在新北市哈，因举办今年第五届啊嘛，吼，对对，啊，我头前四届啊，我拢去摕到亚军呐，嘿，哦，就四届亚军呐，啊，是讲一届吼一定爱来开。就一届，迄个冠军看卖啦，啊，所以讲，阮就因为迄四届吼，拢差冠军，拢差一点点啊，尔啦，啊，总分总分拢差零点二、零点五啦，所以讲，我等于就去研究啊，讲嘿，爱安怎再来赢因啦，所以讲，我特别点咩咱的领导啦吼，啊，跟咱的柔韧度啊吼，就是来特别加强看，安怎会让来赢过因啦，所以讲今年有。有较功夫来经历啦，所以今年才会去受到咱个冠军啦。安尼，所以冠军吼，就是讲这个孙来评分，吼，几个重点的，他都例如讲低分嘛，对不？嗯嗯嗯。阿哥有啥物会？外观啦吼，嘿，外观占2%啦吼，阿个湿地，哦，湿地就是外口的湿地看啊，看有拢恁咧出来。几十支来，即看十支拢足潮的无吼，迄个湿地嘛是25分，啊个甜度嘛是25分，啊个是流嫩度，我看你油哦，迄嘛是25分，所以加起来拢是100分。嗯嗯嗯，哦，所以有几啊几啊的就四种哈，所以讲这个笋啊真正食着，爱稍微较嫩嘞，安尼较油嘞，哈，油，哦，真好食，嗯。啊，你讲哪讲像规个虾米湿地啦，吼，即、這个、这是都咱咧种的时阵，吼，安怎才会好才会加分呢？就是安尼才会较好。哎，注意虾米会？哦，你若外观若要水吼，就是咱清石头的时阵啊，较功夫的啦。哦，嗯嗯，石头清的时阵，就是咱即马新笋啊，要发来，迄边啊一定要清较开的吼，啊，好有咧。发展的空间，你知吼？啊，伊即阵才巧，啊，伊个伊个出来即阵较水，啊，即地若要水吼，你就是迄土吼袂使砍一点嘛，爱砍较侪吼，什么卖有冷风啦，冷风的时阵，迄个湿地就比较青啊，你知？啊，一定爱杂杂吼，倒杂，啊，土上好是咱的米坑沙啦，啊，因为阮山顶的吼，迄土壤是米坑沙吼，是种植啊上好的嘛，所以讲伊的湿地较水。嗯，啊，甜度吼，甜度就是爱用咱落肥啦，我拢落咱农会伊落领迄款有机肥啦。嗯，啊，柔韧度嘛是有机肥，因为有机肥落就是土壤会较怕，怕的时吼，这些即阵会较嫩，会较好食啊，啊，口感嘛较好安尼。安尼吼，为这个土安那分配吼，吼安那处理，哎，得靠在落肥啦吼。啊，人讲，像那迄。看电视哦，讲那像去曼迪孙啊，哎，透早就炸呀！对啊，因为透早，第一点，曼迪孙食侪先，透早是较凉啦，无即马遮热哦。你啊，透中昼是大家会冻袂住嘛？啊，早早若去学的时阵哦，是足凉的，啊嘛较好学。而且透早学的时阵就是讲，因为伊迪孙若咧食到肉质的时阵哦，心脏足紧的嘛，下面就鼓出来，啊你若。日头见到日头的时候，迄一瞬间会出气，就是因为见到阳光哦。见到日头会出气，出气的时候，日出的时候，伊一瞬间，袂你话小我可怜。啊，你若讲暗时啊乌时，你咧土地就较乌起吼。嘿，但是一瞬间白白，啊无出土，啊器官一瞬间较甜较好食啦。所以讲，阮在暗时去乌。哦，暗时啊，暗时啊是个几点？暗时啊，像阮啊。较侪时乌袂起，我那么差到12点嘛，暗时啊12点，不过翻点就再爱去乌啊。哇，翻点啊，半暝嘛真
真忝啊！对啊，啊，因为阮山顶人嘛，啊，较早困啦。八点啊就困去啊，所以讲我的手机啊，拢暗时啊，七八点就关静音充电啦。人家那边卡来，我讲你暗时不能卡，给他插着。啊，我，我反正我都要起床啊。哦，这实在真正吼，每一个行业拢有伊的艰苦哦。这实在是听着就感觉讲爱还点爱去处理你的孙啊。对啊，像你这个比赛吼，讲除了你头多有讲嘛，讲哦特别有注意啦，为这个孙啊的色啦，吼形啦，爱有甜分呐，吼啊，够迄、那个食着爱个，安尼足幼丽，啊足柔软安尼吼，你是不是个？改一个，佮你的孙啊，好一个名哈，去参加比赛。嘛，唔是讲好一个名，但是因为阮的子孙哦，是种在这个翡翠水库在吼，嘿，上游一边的所在吼，嘿，啊，阮拢好做有了翡翠笋啊，这名是还好，应该是还可以啊，嘿嘿，叫做翡翠笋哈，翡翠笋。不过你今年要去比赛的时阵呐，哈，你以前拢用家己的名去比赛，你今年改做用家己太太的名去比赛，因为这个典故啦，因为较早的顶界去世界哦，拢用我的名，你知？用查字书啊，啊，我一个朋友甲我讲哦，嘿，你爱用恁某的名，可能机会较大，往后啊，世界都用恁某的名来。来比赛啦！你是算解运，很多后面吼是这个，这届吼新北市一些绿竹笋，咱当这个上季节时阵，还有参加比赛吼，得冠军吼。而且你这个冠军，因为你讲的比赛分做一个孙啊嘛，有足侪安那去比赛角度啦吼。你去得两种的冠军对不？好，然后一种是。这个外形呀，有外形上水，或者美笋王，吼、哦、美笋王，吼、哦，啊另外一种，啊另外一种没，另外是冠军啊，总冠军啊，总冠军的呀、啊，好、哦，就是除了外形水，啊个另外四项，包括什么甜度啦，有，黑龙眼啦，龙眼啦，哦，哎，那我请教你哦，哈，陈大哥，你讲我你孙啊，哪讲我呢？安尼上水安尼吼，安尼你卖的时阵，你要安那个人区隔，你的介绍会卖较贵吧？当然是水有较贵啊，啊那着种哦，有影较好卖啦。啊，人家讲我这电视看到你，这报纸看到你，迄咱那咧开介绍时，人家拢较袂嫌啊，人家讲啊这冠军的孙，有比人较好介绍。安尼哦，所以我咧不毛较重啦吼，较用心啦吼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所以讲像讲，你讲家己过去架一个网站哦，家己卖孙啊安尼哦。本来是，阮种是拢透过咱那个农会啦，农会有打架啦。嘿。我家己是，较早是无名嘛，你嘛是出名，没有无名啊。我拢是透过这农会系统啊，伊在点么点，我就直接到农会去啊咧。哦，安尼，啊，即马家己嘛，都网络内底去卖安尼，对啊，普通我拢是家己小卖啦。家己小卖，哈、哦。啊，哪讲这好假数那你差不多，即、這个盛产期哈，好、哦，差不多偌久？差不多三个月啦。哦，三个月，为当时开始都有啊。啊，五二月甲八月半嘛，吼，一五二月六个月对吧？甲八月半，就这盛产期啊。哦，就是五月这，其他时间较少啦，但是嘛有啊。哦，就是为这个炒假巴掌开始，哈、哦。对，巴掌是跟咱的这个中秋。我嘛真正差不多规个热人都上食笋仔的时阵，哈、哦。对啦，对啦。嘿，笋仔差不多见偌久才会当卖哈？哦，咱啊为假巴开始种，哎，第三年才在采收啦。我嘛爱第三年哦，哈、哦。对，啊上大就是第五年，一定量上多。第五年，啊，过来五年以后就一直收，一直收安尼。对，一直收。安尼，你若是种笋啊，你差不多一天爱开偌济精神伫笋啊面顶？哦，我即马一天困头四五点钟，其他拢在去笋卡咧。啥物话？
是怎么有这么多工作好做、啊、因为、哦、我这次是自己学自己学、啊、如果没好回来、哦、不要经历、啊、就是说早上学的时候关键是那土没看好的地方、哦嗯、回来还要拿刷子将那土看不好，看不好的意思就是说那日子还没出去、嗯啊、要买的时候价格好、嗯嗯、所以我差不多几天都在价格啦、哦、这样哦，他说、哦、他说你们阿婆哦那我把那个孙子当作那个囡仔呢，所以讲，对啊，因为哦，我是感觉讲，咱这个老家人有性命的嘛，然后是讲，甲照顾就是，伊那枵，咱就会一寡备份啊，伊那最大，咱就会压一寡水来吃呢，然后想讲，哎，甲照顾哦，已经，应该是，跟他相对性的，你那水较好，因为伊发。给发一块竹笋来负担担。哦，你讲给发竹笋吼，不过你讲孙那女，伊是那像半砍咧土的嘛，吼。对对对。啊，迄也毋是像讲啊，有诶规矩就生咧面顶啊，啊，咱就知影要去倒位挖啊，吼。嗯。迄敢有啥物机器知影孙那伫搭？啊，无你阿甲吹出来。哦，因为阮挖遐侪年啊嘛，三二三十年啊，所以阮目睭一溜就知影讲，都有竹笋啊。那是讲靠经验啦，啊，若是无经验人，你就要看有跌无，土卡若小可跌开吼，迄就跌准；啊，若无就小可浮起来吼，安尼松松安尼；啊，若无就买到一点仔淡淡，哦，迄下卡就是跌准。所以讲，为什么跌准来靠大去学？靠大呢，这学是呢，肉质叫竖起来是，迄笋仔尾尖尖的，稍微有一点淡淡，迄土一点淡淡，咱就知影遐有跌准。哇，安尼看起来。嘛，无简单吹到，但是咱一般的人，有啊，就靠经验啦。哦，就人一般听人讲讲是讲写这侄孙啊嘛，吼，唔是讲，好，唔是讲外孙啊嘛，吼，吼，啊是安那侄啊，你若看到安那侄，看到阮有招招工去做几多孙侄啊无吼，从土挖起来吼，啊才背开吼，啊点咩子孙吼。上大迄个所在吼，啊，再再丢落插落，啊，再吊下来就起来安尼啊。哦，啊啊，唔对，哎，对对，好准的吼。哦，迄时在练习，唔讲，直接起来遐，有当时在修瓜，修瓜的时喏，啊，拜这个竹笋就袂过翻笋，啊，所以讲无第二代。啊，你若修油吼，都无肉，无肉通卖啊，所以讲迄条爱训练啊，唔讲其他的遐。我说这个嘛，拢是技术。对啊，对啊。各种经验吼，哎哎哎，对对。哦，安尼，哎，安尼安尼，陈大哥，你讲讲好不？讲像咱一般诶，讲咱不是专业的啦，哈。哎，即摆即个笋啊诶季节，啊那讲起菜市啊，哈。啊，其实看起来拢同款嘛，哈。好，大鸡小鸡啦，哈。啊，变那更好食诶笋啊，哈。我感觉常常连迄个妈妈拢是买倒转来才讲啊，今仔已经着即几下瓜啊烂呢，好，还安那见，安那见，你都。爱较白，卖出青呀吼！卖出青就是，迄个孙阿伯卖有青。孙阿伯卖有出青呀！吼吼！啊，小伊下骹是甲面顶是拢同款，拢黄蓝黄蓝安尼，无许算讲较白安尼啦。嗯哼。诶，唔是讲真正白色，就是讲卖出青啦吼，啊个较弯的啦。哦。啊较 A 肥 A B 底上好啦。好 A B 底吼哇。诶 A B 肥个底啦。嗯哼。你看有吧，较无卡啦。啊，卖酸的三条三条迄款的，那三条三条较长的迄款的吼，拢讲内底有空空啊，那迄款的就算较歹食啦。嗯嗯嗯，啊，小哥安尼短短啊，吼啊肥肥安尼，吼啊色爱均匀呐，吼。嘿，均匀，黄啊安尼上好。哦，啊，像讲孙啊，敢会去有糖食？会啊，阮咧就算是冇糖啊，人家讲啊，你哪有糖？我讲你。我讲食糖熬醉人，因为你若看到糖，你都安心啦。迄无容易会吃，这是有糖啊。哦，啊，孙啊，伫个土内底糖嘛有在食哦。有啊有啊，伊个土底嘛有养孙糖啊。嗯哼，好是安尼吼。啊，像讲即嘛吼，那讲孙啊，较大寸嘛吼。啊，咱定食着就是煮迄个啥物货，就是该。凉笋，凉笋对对吼，用好凉坑沙拉呢，吼啊啊个啊个有啥物款食的办法无啊？用炒青菜啊，啊肉啊，嗯啊笋啊汤啊，啊就四种啊。哦，用炒用肉的吼，
啊，做冷水。青菜就好食嘞，青菜。哎，看哈，你食到青菜呢？青菜你都要选较白较水的吼。哎，还有 A B C 一罐的，等你煮的，你个不如叫老板，他给你备掉吼。嘿，啊，你头正来边啊修修的毛。嘿，啊，你个切薄片，啊，你个切丝。嘿，哦，切寸丝。哦。啊，你都蒜瓣个卡都啊爆香，啊，蒜个多咯。嗯。拉拉叉叉的吼。嗯。叉叉拉拉，啊，你有水一罐水咯吼。就是我自己落来个翕的，哦，啊，加挂个砍的哦，啊，你来咧煮了，跟他放一个迄个，那那个蚝油就是蚝油来熬甜熬咸，对不对？黑一挂就好啊，安尼你个砍的吼，吸把迄水拢收来吼，你个切过，切到足粉嫩足好食，吸挂嘛，足好食。所以这笋啊真，啊个真油的时阵吼，就是用哎用青菜的对啦吼，叉叉小个翕一个，放一撮。迄个蚝油还是豆油会使无？吼，会啊会啊会啊！哦，这是种新的办法吼。哇，啊，像讲恁安尼种笋啊，总共陈大哥你甲太太安尼种偌久啊？我接阮爸落来时，已经阮两个已经经营二五年啊啦。我佫已经是接爸爸落来，你二代呢吼？哎呀，阮爸算超过十年啊啦。哦。这哎，种笋啊，一个家族安尼种五十年，对对对。啊，安尼，你囡仔嘞，还要继续种落去？阮囡仔即摆细汉的替我种只笋啊，伊大学毕业嘛，我问讲你要上班无？嘿，伊讲外口即摆伊就头路歹找啊，我一工辛苦，你看要点样做？哇，嗯哼，这个是家族企业。哎呀，我想有人接我较轻松啦。啊是讲像讲嫡孙啊吼，头拄陈大哥你讲，足侪伊是足侪算技术啦、经验啦，吼，英文讲或者 know how 啦，吼，啊那去整，即款来讲无可能改建立起来讲啊，阿拜咱的第二代吼，啊是讲啊有少年要来帮忙吼，会当较简单学会晓的，有无？即个物件拢行行拢。用技术你咪，啊！我咧边啊咧拖是较紧啊！你若想要要来学，要教吼，要出师，哎，敢若较早讲啊，三当五当，因为你爱养青脚桥吼，爱有气力啊吼。啊，你背土背拢背外关，你嘛爱小教的啦。啊，那学这阵才是功夫，迄爱学啦吼。啊，那啊个，你若要卖，你去市场你真正提升，你嘛爱小可试试。好呀，对吧？是不遐简单，但是拿认真做事，加档啊，应该是在啦。较早讲是三档，五档，起码是到一档，应该是拢会啊啦。安尼吼，一档吼，唔过爱做认真学诶，吼。安尼你总共是进偌块哈？我差不多进两架话对啦，差不多七百几亩啦。哦，迄一档一档啊，无七百几亩。七百几亩，吼。嗯。哇，那哎嘛算真快啊！比我真快。啊那安尼一年差不多会超发偌济孙啊出来？我一年收成差不多三万大斤。三万大斤，吼。三万大斤。哦，安尼一斤卖偌济？一斤的呐，切卖碎切，然后七十多，差200万收的左右。哦，安尼嘛真好啊，吼。迄是食村的啦，啊那用起拢唔知啦。啊，食村的，讲到重点啦，讲啊，佫有成本呢，吼，对不？对，迄个人拢无算啦。好，拢阿袂算，即摆讲的是讲总收入哦，啊不扣掉支出啦。有啊，毛利啊，即摆讲。咱阿袂讲，台积电的毛三毛四的，那是还好啦。吼，安尼吼，对啦，吼，这个今后门是陈能工陈大哥吼，伊是这个孙阿来的，足专业种孙阿的达人吼。啊，伊进前参加这个绿竹笋吼，人讲叫绿竹笋王啦吼 ，King 吼。啊，以前参加吼，这个新北市中第一名吼，这个就唔敢讲咧，第一名吼。对啊。哦，不过咱为伊后门来的，咱怎样讲，其实这正。真辛苦啦，吼！啊嘛做啊，足侪经验的吼，做甲足认真嘞吼。啊，我若要甲你买孙啊，爱安那买。
你孙奶奶卡在龙尾赛啊，不是卡这里电话还是在啊？哦，卡电话嘛还是好厉害哦，哈。呀呀。哦哦，啊，今嘛个乌兰哈。有啦有啦，那是较少一时啊，但是老有啦。安尼吼，好，安尼我为你的电话，放在我的 FB 内底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谢谢啦。好，安尼感谢陈大哥接受咱访问，感谢你，嘛恭喜你。感谢。等一下回来。